我给老葛打电话。哎哎哎，别给他打！为什么？不是人，晚上还得跟女朋友吃饭呢，你老搅和人的事儿干什么呀？哎，海生回来了，陈总。哎呀，老唐正找你呢。老唐找我什么事儿？合同弄好了，赶快给老葛送去吧。哦，行行行，我马上就送。挺猛啊，你最近啊，都快赶上正炎了。啊。 哎嗨，我离正炎还有距离。嗨，傍上老葛这样的人，超过正炎那就是时间问题了。好好干，行行行，好。超正炎，赶正炎，谁都让我赶正炎。哎，下单玩麻将啊？我赶正炎去过。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，在这一行里，还有像你这么正直的年轻人。出淤泥而不染。哎，葛先生，您过奖了。不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你能那么做啊，真的不容易。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啊。古玩行其实就是一个名利场。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 这次要不是夏先生，这对龙凤配肯定是拿不回来了。郑岩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。其实郑岩也不是一个坏人，这次算是一时糊涂，他也有他的难处。以前他跟我说过，他觉得自己没什么本事，要是离开这行，可能混不到饭吃。 所以说，就像趁着年轻的时候，能多捞就多捞一点。你以后可要小心点儿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要不是你，龙凤配怎么会到他的手里？嗨，其实要不是葛太太阴差阳错的，您怎么可能这么机缘巧合的得到龙凤配呢？是吧？ 要真追究起来，我倒觉得应该谢谢葛太太，是吧？这倒也是啊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。是，小夏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向我开口，我在这个圈里还有点人脉，上上下下还都买我个人情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您，葛先生。 张老，哎，你回来了，东西给您拿来。哎，好好，坐坐坐。 您看看，永乐青花天球瓶，您瞧瞧，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不错，不错，真是一件官窑精品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，没错，张老，您满意吗？ 爹爹啊，你从来没叫我失望过。长老，您把这件事托付给我，是瞧得起我，我怎么敢答应？谢谢谢谢，东西我留下了。
抬个价吧。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这个瓶子这个成本是200万。我原价匀给你。哎，原价怎么能行呢？你开着买卖，日常开销也大，不能叫你吃亏啊。哎，您托付给我的事情是您瞧得起我，我怎么能拿差价呢？那立德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谢谢你了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张老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好好好。哎，明天你可要来捧场哦。一定一定一定。好，告辞了。好好好。找我有事儿？下午有个活动，我呢正好有事儿去不了，你去一下。嗯。这张总是个什么人？是个私企老板。这个人呢，这些年开始搞收藏，出手不凡，背景也很深。他喜欢组织一些私人聚会。跟他往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，什么老板、富豪、大藏家，反正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哎，到时候啊，还有个现场拍卖的助兴节目，你去见识见识，啊。好。张老，看完了？看完了。这个东西啊，还真是相当的不错。你看，器型庄重，胎质细腻，纹饰精美，釉色温润，品相完整啊！哎呀，是乾隆官窑精品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老贾，乾隆粉彩大瓶，你说没问题？结果是件珠房，康熙青花大罐你也说没问题，还是件珠房。哼，这一件你又说没问题，器型端庄，胎质细腻，是个人都看得出来。还有你们这些专家干什么？您不相信我，还不相信黄立德吗？哼。你也这么迷信黄立德？哎，我怎么花钱雇了你这么一个二五眼呢？您这意思，这也是仿的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哼，喂，啊，你已经到了。行，我现在过来。
我有事儿出去趟啊。哎。哎。下星期二有安排吗？星期二怎么了？情人节。哎呀，像我这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最怕的就是情人节。有什么安排呀？没安排好呀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呗，保证你终身难忘。真的？那行啊，嘿嘿，说好了啊。嗯。别放我鸽子。我有那么没信用？不是这意思，我不就怕你到时候临时又有别的事儿吗？那保不齐，万一要有什么约会，算我多嘴。记住了啊，千万别忘了。知道了。下周二。好嘞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我这领带正不正？嗯，不错。这就算是走入了上流社会了。什么上流社会？就是一群暴发户。陆先生，又见面了。哟，葛夫人，你是无处不在呀、啊！啊，到处可以看见葛夫这个靓丽的身影。您是又在开我玩笑吧？啊，我只是没事儿随便逛逛。老葛呢？还没回来呢。我见他的次数还没见您的次数多呢。下次见老葛，我要把全部的事情都跟他说呀。哟，到时候您可别扎我针啊！哎，陆董，给你介绍一位专家，安迪克拍卖公司的夏海生夏先生。你好。你以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给他看。你可别看他年轻，水平可不低啊。夏先生是你的朋友？也是老葛的朋友。哦。我们家老葛相当器重他了。嗯，陆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先聊着，我还有事啊。葛太太来了。哟，张老。你好，你好，多谢赏脸啊。您组织活动，我敢不来吗？哈哈。哎，怎么没见老葛呀？他还没回来呢。哦。张老，给你介绍一位朋友，夏海生，也是老葛的朋友，他现在在安迪克拍卖公司任职。哦，这位是张老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收藏家。张老你好。啊，久仰您的大名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安迪克很不错，很有前途。我认识你们的唐总。哦，回头待会向他问个好。好啊，我一定带到。把我的名片给那个小小夏。啊，小夏，小夏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待着没事儿就来了呗。你有请柬啊？我还要什么请柬啊？这地儿想来随便来，我爸是张老的朋友。哦，走吧，走走走。黄先生，一江和郑岩也来了，郑岩要看出来可就糟了。爸。一江。哎。黄先生您好。你们也来了。啊，张老请的是唐总，他没空，所以我们俩就来了。哦，玉江，你看你，你也不穿的利索点。我还得穿什么呀？这不是挺好吗？再说临时来，说不定待会儿就走了。哎呀，这拿你没办法。你穿的利索不就行了吗？张老，哎，立德，你好，你好。易经也来了，你可是稀客啊！张伯伯你好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呀？啊，您这规矩大，我害怕。嗨，我这儿的规矩是给别人定的，
对你例外。哎，这个小朋友是谁呀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啊，他叫郑岩，是我公司的同事。哦，同事，我看是男朋友吧？哎呦，不是不是，我们是纯粹的革命同事关系。来成，安迪克，啊，你也是在安迪克的？对，易江现在也在安迪克，他刚去几天。你们安迪克今天可没少来人啊！还有谁啊？陈总。啊，不姓陈，是个年轻人，叫什么我没有记住。嗯，张伯伯，郑岩你可得记住了啊！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小郑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谢谢你。嗯。是你啊，我不能来呀。啊，刚才张老说的人就是你啊。感情你傍的就是大佬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羡慕呀。大名鼎鼎的黄先生对你青眼有加呀，前途无量啊。哎，说话别带刺儿行不行？我说话带刺儿比不上你做事儿带刺儿。陈岩。黄叔叔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同事夏海生。黄先生你好。你好。他父亲就是夏开林。哦，你父亲就是夏开林。嗯，你父亲很了不起，令人敬佩啊。黄先生您怎么会知道我父亲？哦，当然了，我们见过面，而且我们聊得很好，很投机。是我带黄先生去的。啊，你父亲现在还好吧？啊，他挺好的。谢谢您顾问。黄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葛太太，你也来了。啊，嗯，葛先生来了没有？嗯，他还在国外。哦，海生，你也认识黄先生？啊，对，他们两个和我女儿是一个公司的，在安迪克公司。哦，你女儿也在安迪克呀？对对对，她刚去没几天。葛太太你好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葛太太，这是我女儿易江，易江，这位是葛太太。我们原来就见过。你们见过？葛太太脾气不大好，不大好惹。易江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啊？怎么了？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看样黄小姐对我有点误会啊，不止一点点。易江。你干嘛去？啊，这么没礼貌！你不愿意待，你就回家。是没礼貌。走。葛太太，您别介意啊，我这孩子任性。不会。干嘛呀？出来了。你干嘛走啊？我能待得下去吗？我那行吧，咱一块走。你干嘛要走啊？那咱们一块来的，可不得一块走吗？承蒙各位赏光，张某十分荣幸。下面就要进行一个小小的助兴活动，现场拍卖永乐青花天球瓶一件。
爸今天跟抽了风似的，吃错药了吧？他平时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。你也许是跟今天的场合有关系。什么场合啊？为别人就算了，还为那个泼妇，气死我了！他至于吗？他。哎呀，行了行了啊，别生气了，生什么气呀、啊？走吧。我还偏不走。干嘛呀、啊？那我走了，那女的不就赚了？不便宜她了，找算账去。他那就是为了引人注意，什么德行啊这是！年轻人，嗯，看好了吗？回去坐吧。哦。
是孙丽飞，孙女士。她出价466万元。第二位是著名文物鉴定家、收藏家黄立德黄先生，他出价488万元。第一位也是今天出价最高的是陆焕林陆董事长，他出价508万元。好，恭喜陆总。喂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出价多少？508万。助兴活动到此结束，下面还有舞会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尽兴。我嫌这里吵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你们在这玩啊。立德啊，给200万。好，要说还是你找的东西上档次啊。说到底还不是大家给您长老的面子。咱们这叫优势互补，以后要长期合作才好哦。啊，我求之不得。嗯。哎，立德，什么时候再给我拿一个嘞？这种官窑精品几年也碰不到一个，哪能说拿就拿呀？哦，别人不敢说，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您太绝望了。你要是还有存货，就全拿过来，我帮你走就算了，怎么样？好的瓷器我倒是有几件，可那都是我的心爱之物，哪儿舍得出手啊？是啊，能理解，能理解。你再好好琢磨琢磨，我不勉强。好，我就告辞了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件东西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可是你最想要的东西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你真看出那个有问题了？那是间厨房。又冒出一间厨房，没那么夸张吧？再说我爸都说没问题了，到目前为止我不相信你的眼力比我爸的好。厨房有一定的特殊性，这不是眼力的问题。那你说厨房里有记号，你找着了？有暗器。上次你收了将军大褂的时候你还认不出厨房，这才几天啊你就一认一个准了？进步这么快，啊！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。什么资料？发给我看看。那你对住房又没兴趣，你费那劲儿干嘛呀？不想给直说，别那么拐弯抹角的。给你看行，但是不是现在。还真把他给找着了。长老的居心是什么？你没看出来吗？长老很帮忙，很够意思啊，帮您找到了朱伯琴。其实，在我求他帮忙之前，他就已经找到了朱伯琴。他
他找朱伯琴干什么呀？他想发大财。找到了朱伯琴，就是找到了一座宝藏。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。世伯的五彩大瓶，齐三爷砸的康熙将军罐，都是老张的活。都是老张的活。对，是老张逼着朱伯琴做的。朱伯琴做了两件之后，人就废了。后来老张就开始打我的主意。他打您什么主意啊？他肯定知道我手上有一批珠房，他想跟我平分，而且要拿大头。原来张老是个坏人。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好人。那您是不答应他呢？我没法不答应他。朱伯琴在他的手里，他知道我的所有的秘密。老张今天点了我，他想要我手上所有的存货。黄先生，其实我觉得咱们把这批货都给老张的话也没什么不好，虽然价钱比市面上少一点，可风险也小。要像你说的这样，我可以考虑，可问题没那么简单。这一次一件货我们拿了200万，要是都给他，就不是这个价钱了。就算低，能低到哪儿去啊？会低得超乎你的想象。那您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呀。现在定价权在张老的手上，我已经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了。他要是价钱不合适，咱们就不给他货，他还能怎么着啊？齐三爷就是个例子。以为你们要在那儿玩一会儿呢。哎，爸，爸，那天酒瓶可能真的有问题。郑岩说那是珠房，而且他特别有把握。他有什么证据吗？他说那瓶子有暗记。啊？你信吗？嗯，按说倒有可能，不过我有点不大明白。这郑岩怎么一下变成了珠房专家了？他前段时间不知道在哪儿搞到了一本跟珠房有关的资料。是吗？那你能借来让我看看？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们天天琢磨着什么珠房、牛房，有意思吗？再说了，这圈里那么多的假货，你能样样都管得着吗？你是不是管人家要，人家不给你？你咋知道的？猜的。当然不是，不过你想看，我一句话没问题，明天我拿回来给你看。算了，欠你的人情不好还，我就不麻烦你了。回头我自己跟郑岩说。也行，晚安。王先生，张老在吃饭，您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叫他，让他慢慢吃，我不急。张老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让您饭都吃不完呢。没关系，坐。
您什么时候对狼这么感兴趣啊？立德啊，看来你对我还不太了解。我对狼一直就非常感兴趣，到处搜集狼的形象。这几件就是我专门请人制作的。狼的凶猛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习性，是你我应该仿效的。我也喜欢狼。狼虽然凶猛，但是战术多变，懂得进退变通之道。处于弱势的时候不恋战，处于强势的时候不把猎物赶尽杀绝，给对手留条生路，不也是给自己留条退路吗？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哈哈，这个有好东西就应该跟朋友分享。李德，你去给我买一个，回头我送给你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李德啊，你今天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吧？有件事儿我想求你帮一个忙。没问题，你的忙我是一定要帮。坐，刘主。嗯。您真的打算把那批货都给他？给他？门儿都没有。可您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吗？我是答应他了，可货在我的手里。您这是缓兵之计。哼。我要是不答应他，我就永远也见不到朱伯琴。他答应让您见朱伯琴了？我根本就没提这个事儿。您没提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我不提，我等着他提。我要是提了，我反而见不到朱伯琴。等着瞧吧。
你也刚到？嗯，到了有一会儿了，在这儿等你呢。想跟你说点事儿。怎么不上去说呀？啊，有点不太方便。什么事儿啊？搞那么神秘？啊，我想求黄先生帮个忙，带我去见一下张老。你见张老干嘛呀？我想打听一下那个瓶子的来历，毕竟跟张老只见过一次面。黄先生在的话，能方便一点。什么黄先生啊？我带你去就行了，张老那儿我也有面。行。那现在早点，要不下午？